从这个 PUA 啊，有时候会让人觉得它产生一种就说是没有自我了嘛，嗯，没有自我呢，就容易变成他人的工具。你知道现在有个流行词，我觉得挺好玩儿，我老是从这些流行词里观察社会动向哈、啊。那天我听见，呃，反正朋友男女吵架哈、啊，哎，我说这是个什么词儿，挺新鲜，因为我比较后知后觉，说我就是你的工具人呐。 哎，我说怎么现在流行？后来我一查，在网上现在这是个特别流行的词儿，这是个流行词儿。工具，哎，徐老师，我还真的也,也查了查了查，什么叫工具人啊？泛指某人在不知情或知情但心甘情愿的情况下，对他人进行帮助，任劳任怨，随叫随到的付出，在情感、物质和经济上不求回报，一直像工具一样被对方使用或使唤。哎，我好像也有点啊，<laughs> 这个。 工最常用于形容男女交往中女方对待备胎的态度，哎，这也不一定，有时候是男方对待备胎的态度，对吧？工具人毫无保留的付出，却也不会得到哪怕一丁点感情的回应，但是还上了瘾了。当对方用到自己的时候，工具人还会暗自窃喜，<laughs> 终归是有用着我的地方。家伙，这工具人企图用没有道理的爱换来一场相互的爱情。 他们爱的没有自尊，但他们活在自己的世界里，毫不动摇。流水线出现以后，人你就是流水线的一个工具。你想，现在很多大公司，对吧？某一个环节上的一个员工，这个公司最后跟的成果跟他有多大的这个关系呢？天天做着这样的工作，他会产生一种，就是我,我无意义感，就是这个要注意职工的这种。 心理问题，因为这个是某种程度上跟人性啊是拧着的。是的，我觉得从鲁迅老师的这个里边，我们能够得到的一个启发是什么可以当工具，也许我们都在有意无意之间是别人的工具，但是永远不要忘了这个心，人的这个心灵，尊重他是知道喜怒哀乐的，知道冷暖的，知道自己想过什么生活的，是吧？他是他有这个心呢、啊。 你做工具的程度，永远要问问自己这个心，对吧？你做工具的这个度，你要把握在这个心，你呢得掌握这个分寸呐、啊，你得随心而变。当你吵架的时候，说出你怎么把我当工具人的时候，那这个工具人做的就不心甘情愿了。嗯，是的。但是这个问题也很复杂。我跟你这个老板，我心甘情愿做了十年的工具人，我跟你做了十年的贤妻良母。嗯嗯 可是啊，变了，会变的。你跟父母永远不会变，也但是呢，跟其他人，这一变了，过去那可就全变成债了。呃，就是古古籍里边有有有一个说法，就是说，哎，比如有一个美女和这个这个这个君王啊，这个美女呢，这个吃了一个桃子啊，觉得这个桃子很好吃，吃了一半就敢把另一半塞这个君王的嘴里。 哎呀、啊，君王就觉得，哎呀，你看他为了这个桃子好吃，都忘记了自己的口腹之欲，都给我吃。后来呢，就说这个女的叫年老色迟，就是年纪大了，姿色也不行了。然后呢，哎，做了点让君王不高兴的事儿，君王就开始说：“你看他当年，那自己咬了一半的桃子，敢往我嘴嘴里塞。你看，对同样这个行为没有改变过，但是呢，时间不同的时间。” 人的情况一变，所以其实工具人最怕的就是说，在这个关系里面，他不是无无怨无悔，他是没有尊重和平等，他就会怨。人其实放弃自我也很舒服的，好，比如说，哎，我有一天碰到了一个很有才的一个人，他跟我说：“你们圆桌应该讨论这个话题。”哎，靠谱啊！他他讨论那个话题靠谱啊！好，他连续五次靠谱之后，你知道吧？我对这个人。 产生了信任，这个信任甚至可能到了迷信。我就是他靠谱，人是懒的，有惰性的，到最后可能变成我懒得去想谈什么话题了。问他，每次说谈什么话题，问他，他肯定没错。然后慢慢的呢，事情开始起了变化，最后我就发现有一天，我怎么觉得这聊得越来越不舒服了？因为我发现呢，我的这个话题都是他给的。 而他这个话题呢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隐隐约约、隐隐约约，就不再是我愿意做的那些事情，愿意说的那些话了。所以你看，有时候我们会经历这个，呃，一个导师，一个什么，经常啊，他把你过去的那相信的那一套否了以后，其实有一种是很舒服的感觉，我终于可以不动脑子了，我可以放弃自我，因为省事儿嘛。现在有一门心理学叫积极心理学。嗯 积极心理学，你知道吗？那个有一个课程在哈佛大学，豆瓣评分什么九6六就很多人。这是一个我看、啊、一个以色列的一个教授，嗯，对，他说他原来就是一个焦虑、失败一个什么的，嗯他说，他说他说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，我就现在比我以前快乐的多，幸福的多。他有很多实证的，不是咱们说的什么传销啊什么，他不是那个，他是有确的对照组啊什么什么的研究，就是说。 你可以变得快乐，嗯，比如说他举个例子，西方这个很大规模的这个这个研究，就发现呢，呃，多少位成功者，最后发现呢，他们第一在学校里的时候并不是成绩最好的，呃，第第二呢，他们也不是智商异于常人，很普通，但是呢，比如说他们有一个呃共同之一，有很多共同特征，共同特征之一就是，他们善于从失败。 寻找意义，嗯，人是有极限的哈、啊。呃、嗯，咱也不能说是精神胜利法，但是呢，他现在的很多这个呃对人类的调查、呃、研究啊，表明就是说呢，呃，很多时候成功是一件叫做自证预言的事儿，嗯，就是自证预言，你明白吗？就是你心里想象。 那个成功的全部过程，兵败如山倒。对，你这个为什么过去这个中国历史讲这个中兴之主，比那个开创者还了不得？对，因为他是在颓势下。嗯，你想想吧，你干一个工作，很多人就是一触即溃，就是说你能不能在当时那种情况下？ 过去的就过去，了，对，放下过去的就过去了，这个很难，不要后悔自责，哪怕你回家全完了再自责，对的，下边还有事儿呢。是的，是的，成功是一个资源，自信了，但是失败是成功之母。对，这东西啊，呃，善于成功很容易，对，善于失败啊是，其实最难的就是这件事儿。 我我现在觉得，你比如说，呃，现在教育孩子，大家也都不太知道怎么教育了。对，我发现就基本上两种父母，我都听过哈、啊。哎，我也觉得都有各自的见识。比如说，有的人说，对孩子就是爱呀、啊，对吧？就像你像咱们那个生物学博士，就是说，你知道啊，这个这个什么多少个精子多少个卵子，他他这个多偶然的一个生命啊，他只要这个身体健全、健康、快乐，你对他还要求什么呀？对孩子就是爱，什么要求都不要有。 我在很多运动员身上看到这么一种劲头，嗯，再就刚才咱们讲这个胜和负哈，很多时候人们的这种挫折啊，这种这种承受力哈，其实咱们特别向往一种人，就是啊，兴致勃勃的去失败，嗯，你觉不觉好多运动员就是他这个，他这兴致勃勃，<laughs> 哎，有些人管这个叫钝感力。 还是叫什么？而是说他就是他就，就你觉得他有无穷的原动力。嗯，所以他觉得人生是一件什么事情？所以为什么我说失败实在是比成功好？有名的那个弘一法师，嗯，弘一法师那个时候经常跟大家讲人生嘛，他就说，他说我想来想去，我实在不觉得那个老成功有什么好。嗯，他说呢，你看成功啊，往往你就骄傲。他说，在我我觉得我的生活当中。 这个失败让我谦虚，让我看到我的不足。每一次的失败，我都在进步。嗯，每一次的失败，哎，我说这是强者，这是精神上的强者。<对>所以我认为应该应该经常失败，这这，但是你要兴致勃勃的去失败。八仙过海，各显其能。我发现啊，这个我我的逻辑跟你呢还正好不同。嗯，就是我怕竞争，但是我一样可以积极积极的生活。为什么呢？ 就是就等于哪一种性格的人呢、啊，都能找到自己的一种人生吧。就比如说，我怕竞争，所以我就觉得呢，所有大家伙，千军万马去做一样的事情啊，嗯，我不走那个路。嗯，对的。 我要自己走一条路，那才聪明。在我这个路上，只有我一个人走，没有人跟我竞争。空白点，像那天那个美院一个院长，他说出了跟我类似的话，跟他的这个小孩呃，他就说，你可以不参加别人争胜的游戏，你发明一个你自己的游戏，对对吧？在这条路上，只有你一个人在走，对，一样也是为世界创造，甚至还创造新的东西。是的，所以确实个人有个人的性情，你呢，老待在舒适区待着。 你知道吗？甚至免疫能力都会下降。嗯，要突破这个舒适区，呃，这个这个舒适区呢，你知道最好的舒适区叫什么呢？叫学习区。嗯嗯，学习区再往外走一步叫恐慌区。就比如说你完全不会游泳，嗯，你说我突破舒适区，我砰的就跳下去，那马上你就恐慌区。如果你啊去到了一个，比如说你不会演讲啊，你呢先去一个小规模的小场合的。 这个呢叫学习区，这个时候你的各项生理指标啊都是好的，都是高的，就是就是呃肾上腺素的分泌啊都是到达一个比如说合理的水平。嗯。你在这儿获得学习，但是如果你一步跨的太大了，那不就扯着了吗？你你你你跨的一个完全，你说我要上中央电视台，对吧？那你马上生理各项生理指标，你就对，就是人的这个这个，就是说人要跨的太大。 也生,生理的表现都数据不太好，对，所以说就是恐慌区，你要找准自己的那个步骤，嗯，哎，你要呢，你老待在舒适区不好，嗯，但是你一步跨到恐慌区危险，嗯，对，所以呢，你要不断的在学习区待着，学习区就是总比你那个舒适区啊有点不舒适，所以他的理论就是说，实际人不要老那么舒适。 老那么舒适，你看体育就是你得找点不舒适，找点不舒适呢，你的各项生理机能都在加强，嗯、但是它加强有个阈值，你要加强在一个合理的，比如说他们说你运动心跳，<对>呃，你多大年龄，呃，到比如说到一百二十下，对,对对，这就是你的学习区，你的学习区你会不断的进步，嗯、就像您说的，不断升级，不断升级，拓展你的学习区。对。 但是也留神别一步跨到恐慌区。对，与其说品质啊，不如说是品味，嗯，或者说是假装品味，嗯啊。但是呢，实际上我觉得品质这个东西啊，你看一个有质感的男人，<laughs> 嗯、哎，这个质感是什么东西？就是说你的品味可以是任何一种品味，但是呢，你这个品味，你这个鱼子酱也好，你这个红豆沙也好。 它有一个谁做的地道，谁做的不地道的问题。很多这个品质非常差的东西，它卖的特别好。嗯，那实际我心里我替这个大多数人叫冤，但是我觉得那他们选择这样，你就这样。我就是说说实在话，就是说你自己、哎、没追求，怨不得别人。因为我也比较喜,喜欢看那个家具，木匠这个圈里也是这样，就是说你。 他总有一个，就是在外行人那里啊最有名的，但是在他们小圈子里啊，总有一个，他们就是哎，最服的内行人最服气的。你这个东西，我就觉得活在世上不能吃亏了。你你知道吗？<laughs> 哎，包括我们主持人，哎不,不，我是最有名没有没有,没有，我是最有名的，行吧？不是，我也不是最。哎、啊、<是>你看你这是，讲人不落你你们纪录片界对吧？或者这个呃作家。 画家有时候我真的觉得我替大多数人觉得冤，但是没有办法，我们是知识不对等，信息不对等，我们就是不了解。那么你要想不吃亏呢，没有人管你，或者说小青还肯管你，不，你得自己。那就说这个品质讲究的人和不讲究的人，哎、呃，差别非常大。过去他们讲这个明代的家具好，呃，我们一般都知道，就是说它都是直线条的。 嗯，简洁的。可是内行的人他会告诉你啊，这不叫极简主义啊，嗯，这叫极敏感主义。他那个线条啊，收一个圆角的时候，或者叫起一条线、起一条线的时候，你只有内行才知道有多么难。但是你外行呢，那么你反正你也感受不到，或者你买个这个无所谓的东西，没并没有关系，你也能满足你的审美。 品呢是高低，对；质呢是内外如一。嗯，懂画的和不懂画的，你承认不承认有高低？人品承认不承认有高低？品质就是比较多一些客观性的因素，不管是衣食住行用赏，就是你就说蔡元培这个，美誉的问题。嗯 他原本啊是有他道德的含义，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。孔子讲什么？吾未见什么好德如好色者也。嗯，我觉得美育真的是个方法，就是说啊，嗯嗯你说让人舍己为人，这个东西对他来讲是需要克服人性的一些呃恶恶性或者叫动物性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这个人要知道美丑了，哎，有些行为我相信你不爱做，你是觉得太丑了。 倒不是说你多么高风亮节，说实在的，是因为如果你有一定的品位，你觉得太太丑了。你看他这个美誉，所以我说这个再推广一步呢，就到了小青说的这个这个品。你像现在这个流行词儿叫你品，你细细的品，嗯，哎，你觉得是不是？就是不会细细品的人，他这方面的神经，或者说他也没往这方面做过努力。 但你要努力努力呢，我就说也许你就能不吃亏，就是在在很多选择当中，哎，你特别注意回味，特别注意变味呀，这个或者说这个老师说这种红酒好，我试试，他说那种红酒好，我试试，哎，这有有就是有点像人生的混乱选择当中，你该怎么办？就是请益多师。 但是最终你要对自己的感官诚实。可是你的感官需要你学习，需要你开发，<对>需要你进步。就是你可能追求一种东西的时候，也在失去一种。哎，你讲的太好了。你就是什么都买不起的时候，你跟我们找某一个地方的一碗面，那个劲头也大不一样。嗯，我认为当你找最好吃的那碗面的时候，你就是你当时的品质。<对>你，我就认为那个时候，哪怕你再穷。 你有这个心，我们就随便了。他呢，会找找找找找，哪怕五块钱一碗，我也要找到最好吃的那一碗。哎，这一方面这就是一个品质，而且呢，这种品质呢，到后来的这个变化呀，比如说你喝五百块钱的红酒的时候，你就失去了喝一百块钱红酒时候的乐趣。这就像是他们相声演员，你也就牺牲了听很多笑话的笑点。嗯，不是说你有钱。 而是说你有追求，这样的人等了他，等到他呃挣钱多一倍的时候，他会在另一个消费层次上仍然是这样的。对对的，对，所以不要拿财富当成讲究的标准。你知道这个？因为到最后呢，最重要的还不是你吃到了什么，拿到了什么，就是这个过程。今天咱们啊，这个感觉是被这么多的这个这个理论呢、啊、搞得就五迷三道的。但是我觉得到最后这个结论有了，什么叫品质啊？ 根本上讲，追求是品质。对，只要有这个追求，这个文化是丰富的，品味是多样的，每个人也有不同的看法。但是呢，你只要去追求，就像人家说的哈，你去求就得到，对吧？你得去求。你要说你对这没兴趣，你对你生活不讲究，我无所谓，那只能说你不要。但是呢，我就说，我从小到大身边总有这样一些人。你比如说像那个唯美主义那个文学家那个王尔德嘛。 我有一次看的，我也可能是个段子啊，就是说他死在穷愁潦倒，死在法国的一个三流的小旅馆里。他的临终的遗言最后一句话是：“我跟这个墙纸不共戴天，你死我活。”他就是看他连这个墙纸啊，他接受不了，太难看了。哎，我就说你看，总有人他有一个追求，嗯，他不管你把生活把它放在什么条件下，他也追求他那么一点儿。 人的滋味，我觉得这个是品质的这个源头。所以说，实际上品质不不光是有钱人讲的，真的，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有品质。当人被摧毁的时候，你容易变成他人的工具。你比如说我，我我可能比较喜欢古董，那么那于是你碰见一个人。 这个人就是说，你那审美全错了。好家伙，这就,就彻底。你觉得人家说的也对，或者说人家确实比你道上深。但是当了你错了之后呢？呃，就是等于你过去的这个解体了，就是所谓这个自我被被批评的解体了。这就像有些时候不太道德的这个男的，他先让这个女孩子就是自我解体，就是说你都是错的，你想的那些都是错的，很奇怪。 当人这个解体了之后，按说就是可以重塑一个我嘛。但是在这个重塑一个我的过程当中，我觉得会发生一个什么呀？有一段时间我不知道什么是好的，嗯，就是既然我过去的审美观全错了，那么现在看见一张画，看见一个艺术品，我都要打个电话问问他，我说哎这这这个行吗？这好吗？有些时就是最后你变得失去自我，最后你变得依赖他。 我觉得就是说啊，你比如说我我我请给很多老师请教，有些时候这些老师们互相之间啊，都瞧不上，但是我觉得我挺占便宜的，就是他们之间的这个瞧不上啊，我不管，哎，他说的这个对我有用，我就拿过来，而且呢，我加以验证，嗯，我回家看书，哎，他认为说的靠谱不靠谱，哎。 我我加以验证，有的时候真的是请意多师啊，就是好几个老师，嗯、这几个老师里面对一件事情他说的有共同性的部分，那么这可能就比较有扎实的，呃，这个知识。<谱>